位叔叔，我这位原住民呢，是咱原住民徐鹏，他的原住民名字叫一论，好，一论，都听好，今天礼拜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多多鼓励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台中这个跟我有关系，台中这几个拢跟我有关系，一个是阮某。这是我小妹，这个是我厝边，是我好朋友。吼，哎，大家用迄种心情来吃，像恁今日现场同款，这种好心情。好，来，咱拢真笑一下，过来欣赏一首，准备好有情绵绵。嗨，欣赏一首有情绵绵，那会晓唱的人会记得啊，当起来唱，好不好？哦，恁三恁嘛真好唱歌，会再唱出来。来。不见你你
阮小妹讲起来真天才，伊个台湾心比我较强，我较花啦。阮小妹较顺，不过如何，拢伫台湾哦。虽然伊嘛是咱，我会来献山，嘛是伊甲我引进。啊，我去感受到咱大家精神，所以阮即马是动手，吼、哦，我叫做战线，伊叫做战队，我们都战士队的，啊，跟当主任嘛是战士队，吼、哦，杜部长嘛是战士队，吼、哦，我们都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啊有心的台湾人，来继续金钟之首苏桂红，各位我伫遮甲各位讲，故事实在讲。为了这个苏桂红，为了这首苏桂红，我真正甲国语人比拼，国语人你听无？国语的人，国语人比拼。OK， 先来欣赏故事，以后有机会再来讲。来，请欣赏苏桂红。